等有鸡的料理哦。哦，赞，我喜欢吃鸡。抗疫。啊？抗疫情呢、啊？靠，你讲较紧嘞，你都要讲抗疫，我讲我是要抗疫什么？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哪有痰没有？嗯。起码迄个讲的有痰啦吼。迄个迄个少啦吼，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那个敏感的话题哈哈。人讲病从口入啦，啊祸从口出。其实咱吼平常是人讲的食疗很重要，就是讲诶，吃的物件是慢慢会帮我们的身体做调理。那不如咱就是逐天的饮食时阵，就先来吃落去做调理啊。对啊。干嘛要把我们吃坏我们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所以讲你这道是安怎会当提升免疫力？然后就是属于食疗的一道料理了吗？养生啊，赞，养生料理很棒哦。那听说是鸡的养生料理吗？对啊，我喜欢。你记得给我下面下面菜名。姜黄腰果柠檬鸡。赞，好，这三行配做伙，今天咱就赞赞赞了嘛哈。啊，到底要把这三行要怎甲伊夹做伙？首先吼，咱的鸡吧，烘阿鸡，鸡吧，烘阿鸡，柠檬胡椒应该是，腰果是咱先改干炸者。哦，大只啊，没那什么任何调味料 ，OK。啊，姜黄直接切片。啊，咱今晚要安怎做？鸡吧吼，那就先用小水了解细节嘞。哦，来去穿烫一下，嘿，改血血嘿，啊，真个伊较袂安尼，四口连灯吼，泰哥，较袂安尼遐乌乌遐乌乌安尼，吼，啊用。柠檬胡椒盐给清洁。好，用柠檬胡椒盐稍微给清洁。那个用柠檬胡椒盐稍微干嘞吼。嗯。来安尼上粉，哎，上粉，哦，好香哦。嗯。柠檬胡椒粉。嗯。二来。那现在你要炸那个姜黄片是不是？对。哇！我要离远一点。原本这个都是我的工作呢，现在还是让老师来好了。那现在先把姜黄吼，来水分吼部分的去除掉，啊，给裹起来，裹起来，再来泡油起来，再过来加芝麻，加芝麻，哎，啊，再来含个姜黄过来，安尼油甲这平做伙，安尼哦，因为姜黄也染色体哦，蛮重的。对啊，你看你的手，啊，芝麻过来，一定要炸到什么？上面盖一朵，哎，炸到酥酥干干的吗？我们略炸略炸吼，让它略炸啦，免真个想讲像安尼打个口就对啦。对，水分先把它炸干。有要改吼，消化一寡水分掉呢。哦，那好，油温搁起来。油温再高一点。对，因为爱吃爱几度。我较悬的吼，咱要甲这个肉的肉口，我较紧的。嗯。好。今麦搁甲肉甲弹落去。哦，这道看起来刚才很厉害呢，我感觉应该是我的菜啦，我觉得。你捌听过底下有冰鸡啊无？有啊。类似一样。坐月子都嘛吃黑。嗯。但底下有无俗啊？底下伊就管拢爱千几块呢。啊，你姜黄炼出来油嘛无俗啊？安尼哦。系啊。无怪姜黄素今嘛足夯的呢，姜黄定今嘛嘛足夯的呢。你提康没？提升免疫力了。对呀、啊。好。哦，那你温够了。阿丽阿扛起来就对了。嗯、好。阿今晚你有偏？阿今晚偏加好的时阵，咱再改两行，再搁改到最后嘛。到最后立竿拿只要做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喽。哎、欸，胖啊胖啊，胖啊有感觉哦。哦，感觉嘞真好。哦，阿丽再把那个什么姜黄丢进去就对了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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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哦。这鸡啊，伫增温水库一间卖这甲做安尼哦，嗯，迄一工安尼卖五六万。你是向头学的哦，来，阿伯嘞，迄个带去做比赛，爱家设计安尼哦，做平的。是你家教的哦，对啊啦。哎，阿伯你阿教者，我嘛做想要开一第二项副业呢。我爱食老，爱淡薄仔功夫，我食老。比如我已经超过八十岁啊嘛。几岁啊？八十岁。该当时你已经欠我吼，得腰酸万岁就好。八十岁我嘛爱搁趁钱，你知无？我做阿祖啊嘛爱包，哎、欸，加减嘛，阮阿孙的加减嘛，阿祖啊来，阿祖来这红钱哦，阮孙阿干阿孙开。你安尼算命坎坷。没啦，还食个阿祖的，搁会当叫加减嘛讲，哎、欸，有迄个摕来通阿趁钱，你有够瘾头哎哟。你看真开像安尼。哎、欸，赞呢，哎、欸。啊、你好很棒呢、欸，这颜色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对、哦。好。
哦，你看黑雷，哦，香。一夜之间吃了，这个不会有呢。人随便变水起来，好好哦。哇，这黄金提升它的高贵又不贵，是，就是被提升也高贵又不贵。是，然后呢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啊，秘密武器，这个关掉啊，哎，关掉。哇，你无关你，还追你走你啊啦？啊，不会有追分。好啊，嗯，追分，安尼，有追分要让伊较大嘞。安尼啦，哎，这样比较不危险。哦，水哦。你看嘛，稍微一点柠檬淡淡的香味，然后又有姜黄，就是一道。哎，等一下你们正台式的豆子跟姜黄片就好，肉我就吃啦。哎，这是真正的台式料理，好棒哦。对，那咱待会用这层哈。嘛，搁一台用一台车带出来。灵魂买，你爱买车，但你要晒好对吧？好，那个臭下讲还是幽灵买车。幽灵买车。来，我来讲，老师啦，有安尼戴，是不是？拜托，可以符合他的那个吗？蛋姐，我来塞一只幽灵马车出来哦！塞出一只迄个幽灵马车出来啊！本来这盘安尼算卖四百嘛，啊，戴了这就变成四千嘛。无啦，这先含四千，还含这安尼卖九百。好，给这只车安尼给我发了对啊。啊，但是这只车只只袂使人呢，袂当骑灯，袂当骑灯，这不要你看啊！哦，你袂当骑灯，我袂食吧？好，你、哦、你好，你品尝，我这对个。好，这对，我袂食下卡，这对就好。有声音没无？嗯，人可以看，旺旺，就食拢家己去把关顶。带有柠檬香，有，嗯，那种柠檬香。嗯哼，啊，搁脆姜黄。哦。哦。啊，搁一只土豆。啊，腰果。高贵又不贵，讲到土豆，嗯，哦，好吃的，我跟你讲好了，只有三鱼咖啡老师在问干，现在都要吃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干嘛要紧，不要紧嘛哈，三鱼咖啡呢，我们来到就去聊去吧，所以在讲啥干，重点就是讲哦，阿良师傅做的料理你免怀疑，要赞的，咱人家你想要吃的无？麻烦你该做该做。你看这这油点蛮多有用滚水噶用过吼，伊就较袂油。哦对。你别看啦，这个无做这个动作吼，伊旁个伊这骨辣椒会乌乌啦。哦。嗯。虽然伊是用油炸的啦，但是就是伊又够加一个这姜黄，啊，佮提升我们免疫力，啊，加减啊，甲姜黄直接食出头，真的也不错。反正明星小买下嘞，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